上次用火箭筒炸平了小日子的家，成功为国人联盟报了拆家之仇。不过炸时一时爽，回想泪两行，因为这次行动掏空了国人全部家底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，问题不大呀。国人只要有我，就早晚会有翻身的一天。走，先上小日子交易区瞅瞅，看看有没有大冤种，找他借点军火。到达小日子的交易区，哎，我去啊！这小日子的交易区好凄凉啊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。嗯，啊，有个钓鱼佬，过去瞅瞅。收获嘛，兄弟。嗯、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国人？小鬼子不穿你那样，你自己看。我看什么呀？嗯。我去，这不是鬼火少年吗？来来，对对说，别让他认出来。怎么了，兄弟？没事儿没事儿，就前两天刚给他家抄了。牛皮啊，兄弟！说正事儿啊，你这儿有没有军火？给我支援一点，我好再去抄小鬼子的家，卖我点也行。你想要点啥？飞机还是航母？这飞机航母我就不要了，太贵了我也买不起，整点爆炸物就行。跟我来。干嘛去啊？哦，我去，这交易区什么时候能建房子了？你看什么？快过来啊！哦，来了。等一下，看牌子。嗯？兄弟，来这里。不是哥们儿，你这交易区咋建的房子？不该问的，别问。行，那你把军火拿出来，我瞅瞅。手榴弹五千 ，TNT 一万 ，C 四。哎，等等，你这五千一万呢，是一打的价吗？一个。我去，那你这也贵得太离谱了吧？嫌贵，那就别买。奸商。啊？这不是小鬼子的飞机吗？这家伙不会还给小鬼子供货吧？看什么看，要不是看你是国人，这个家根本给不了你。刚才拉小鬼子有20个 TNT， 我才收他40万。那岂不是要20000块钱一个？这还不算啥，一会我下班了就去给他拿回来。怎么拿？做梦吗？别管，就说你去不去，去的话交10万参与费，拿回来的物资你3我7。10万块，且不说能不能成功啊，要是你晃点我怎么办？你往后退点。怎么了？再退点。这样可以了吧？看牌子。哦，诚信交易，童叟无欺。反正现在我啥也没有，不如赌一把，成交。OK。那个叫做正义，那个战无不胜，对错正邪却难定。那个有权决定。你确定是这儿吗？开玩笑，专业经商。专业侦查20年。那我们啥时候动手？晚一点吧，这家人24小时轮班的，不过他们有集体出门的时候。来，先吃点东西。哦，我去，你这准备的很齐全啊。开玩笑，专业的。等了2天2夜，他们终于出门了。这家人还真不少呀、啊，一出门就是3台车，也不知道他们干嘛去。他们去涛哥叫国人联盟的家。哦，啊，不是吧？我去厕所了，你帮我盯着点。我这也没办法，这么好的机会不能浪费啊。希望南妹他们能挺住。
什么情况？别激动，门口陷阱太多了。哦哦，那你继续。门开了。我去，效率这么高啊！开锁技术和我有的一拼啊！哦，这家里的陷阱也不少，不过问题不大。这次让我来。先把门给他关上。哦对了，以防万一啊，门口再来个陷阱。 OK， 这下就安全多了。这个家里面修的也相当气派，可想而知啊，家里指定肥的鸭皮。左边这个机库里肯定还有台飞机。这个让我来。你来就你来吧，反正大门口我放了陷阱，也不用人架枪了，正好我去撬他家主楼。哎对了，先摸一手他家的领地旗。嘿嘿，要是他们没发现的话，24小时之后这里就是我家了。OK， 开始撬锁。搞定，只用了几次就撬开了。我操，3层大门都打开了。牛批啊！怪不得人家这么有底气的，咱也不能落后。进家里摸点值钱的东西。一楼基本没啥东西，不过有两台车，全是满配的。就这俩开走，我就已经回本了，多的都能赚回来。门口还有个柜子，上了把金锁，开开看看。嗯，一堆杂物，基本不咋值钱啊。哦，哎，还有几根 TNT 啊。这可以、啊、我去，不会是家里回来人了吧？还真是啊。嗯，哎哎哎哎，我还没上机呢。先上啊，退钱。完了完了，这下惨了，瞅这样子我应该是被包围了。我估摸着他们现在也不敢轻易往里进了，不过我这也出不去。哎，不管了，门口先放个地雷，大不了一会儿同归于尽。 OK， 看看他们有没有动静。虽说现在不知道对方回来几个人啊，但是已经挂掉两个了。不过这俩人八成会在家里复活，到时候再来个两面夹击，那我基本要嗝屁啊。不行，必须趁他们复活之前想办法破局。哎，有了，只能利用这台车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现在只要他们一开门，车就会卡爆在门口。到时候他们要是不聪明的话，嘿嘿，就根本进不来。对了，赶紧把2楼炸开。搞定，第一个人应该已经复活了，门都被打开了。赶紧把复活窗拆了。 OK， 2楼暂时安全，这外面的人也不太聪明，到现在了还没想到办法进来。不过这玩意也拖不了多久，门口再装个雷，这2楼也装上。现在包里也没啥东西了，刚才复活的那小子从3楼过来的，里面肯定有东西、你看看，我说是吧，不过上了把金锁，问题不大。搞定，打开看看，巨肥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完了，通鬼子窝了，不行，得赶紧撤离。哎，这门应该是上天台的，管不了这么多了，直接用他家的 C4。我去，后面也被炸开了，赶紧顺点物资跑啊。OK， 完美撤离。